两大两小嘛，对，然后水四瓶啊，你们订两份啊，也是可以减少很多的这种碳的排放哈。咱鹿港农会哈啊，最近有来推出着一系列乌豆啊这个物件，哦，乌豆茶、乌豆炊粉，哦，啊加乌豆粉等。啊，咱今仔日呢啊，就是原来农会原来有准备了一份。来参加的这个来宾呢，江滨公所甲鹿港农会哦，共同来举办这个鹿港竹刀浪哦。那最主要，咱即卖稻米已经要到收成的阶段哈，但是呢，咱呢都唔知讲农夫的这个艰苦，所以呢，我们呢透过这样的一个大朋友带着小朋友，好，来我们一到一组合家长小朋友，我们来看一下许特长这边，他教我们怎么割稻，挂稻啊崩。然后呢，可以呢充分来了解说啊，古早时阵真实的做事是足辛苦的哈。那伫遮啊嘛，欢迎咱的乡亲哦，要吃当季，用当地的哈。那会使讲食了就会更加健康。那特别是咱彰化县政府，那这段期间来一直伫咧推广咱的这个彰化优先的农产品，就是拢有三彰一 Q， 等于就是政府甲你保证品质好啊，这个有履历的这个啊农产品，欢迎咱的乡亲哦，啊要采购多。采购我们当地当季吃我们彰化优先优质的农产品。会当讲咱彰化县吼，咱这北彰化也进入吼第一期的一个吼采收，啊，咱公所吼嘛推出啊这鹿港竹刀浪这个活动。过去吼咱的活动拢是伫这古迹、历史吼啊一款活动，但是咱今仔这活动无共款，咱个揪出来吼，市区外伫这稻田内底，让所有的吼参与者啊，包括大朋友、小朋友。能够能体验一下呢这个农村的哈、哦、啊当时早期啊收割的一个哈、哦、辛苦，爱当吼今仔活动嘛非常的精彩，啊能够尝到冰品，啊还有当食这挂稻啊饭，吼啊还有即个呢农村的一些文创的 DIY， 欢迎吼、哦、啊咱所有好朋友，哎当家到咱鹿港啊除了吼啊坐老街食小食吼。哦啊，拜妈祖，啊嘛会当吼来到咱这市区外来行行的，会当讲吼大家吼体验吼鹿港搁较侪吼，诶一寡精彩诶即个活动，啊能够今天吼啊所有大朋友小朋友参与之后，相信一定去一定会留下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。我做小朋友，我做四十年，我拢唔知因拜人偌艰苦，吼爱即卖伊会知咯，知讲啊，因拜海老伙仔安尼遮艰苦来做这個，有安有哪挂，啊有哪加。有哪国家的，安尼有哪来读书啦，来创人。啊，像伊即卖人唔免创，啊，创着讲，阮因爸讲安怎，伊才要死，死讲阮因爸才艰苦。因爸阮的时代就是安那，有哪国家，啊有哪国家，安那嘛着安创。啊，伊即样，啊伊即卖，算讲办即个活动，就是我跩少年仔看来，看讲因爸人偌艰苦安尼。我们鹿港慢活去，鹿港竹刀浪赞不赞？赞！再来看前面一下。看前面玩得很开心。